当前赛季的十个背包，一 CBR4 手感和伤害并存的他，自从悬浮机苗问世后，排位中的出场率也是大大提高。二 HBR3 除了极大的水平后坐力，什么都好，下赛季141即将削弱，相信他能有一席之地。三 141当前赛季极其强势，新赛季削弱后，我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搭配。四 MX9 虽不能重回巅峰，但新赛季喜提加强，冲锋枪 T1 不在话下。五凸脸型 HBR3舍弃射程，直面对手，适合小图作战和冲锋。六 ,208, 尝试了多个赛季，新赛季惨遭削弱，即将跌落神坛。七 ,M13, 高射速大续航一直是他的优点，打头只要三枪，高手萌新都爱玩。八波波杀，如果游戏不是为了快乐，那将毫无意义。九 ,AK117, 自加强后出场率直线上升，不过还是需要一定的准度。十 ,MK2, 下赛季必将霸占高端局。208陨落 ,MK2 必将崛起。哦对了，传说皮快上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动腰 over。